塞满了。是啊，这 SUV 不一能装，装这么多。关个车门而已就行。他们要先走，然后我要锁门。OK，See you later。好了，门锁好了，准备走了。这个摩托车估计下次要开皮卡过来把它拖过去了。OK。先到啊，他们还没有到，到了半个小时他们才到，然后钥匙居然在我，在后备箱，天哪！待会还要去那个快递公司拿东西，所以现在没有时间拍了，来就赶紧把东西拿出来，因为有很多很多箱子。又来到久违的芭提雅了，我感觉每次都会走这条路，从去年修到今年还没有修好这条路。都是做快递的吧，啊，都在出租，啊，全部都关门了。哇，就这一家开门了吗？387块钱吧，还好，包了。这个其实我很多小件，我有40多件快递，然后他全部跟我装了几个盒子嘛，只不过这到了一半，还有一半没到，估计还得过几天吧。我的佛。好，那付完钱就可以回家了。这全部都是我们今天搬的东西。这车里还有。这里还有一些没有拿出来，买了新房子必须有这一步吧，泰国的传统，为什么是这么的，就开了齐活，终于把它装完了。它里面只给了这一把工具，其实还要一把起子才能把它装好。小野穿的床啊，我说话都已经没有力气了。这个床看起来很高级啊。现在已经7:30了，准备吃晚饭了，点的外卖，711的外卖，327铢。娜娜从711买了3个汉堡，她送了这么多条来。